出棒，打成了界外，打到自己的自家的休息室这边了。如果要走后门了，不要走到红中里面。哦呦，对吧？真的就打到休息室里面去了。再来一个，又是往自家休息室过去。真的也是要留意，本来是收到不错的效果，还是变化球，所以连续三颗都是拉到跟插到往自家休息室这个方向。高角度的速球来，哦，不过这个球投得不够高哦。那对上布雷克的时候是前半段被封锁，不过有掌握住逆转的那一局哈，是一波攻势啊逆袭过来。然后那在战力上也是比较不足，的确哦。所以这球拉完，哦呦，现在已经队友都在做准备了，看他在打。洪伟汉说：“我知道了，不用担心，就来吧，我们没有要练。”每一球都是往自家的休息室这个方向。等一下魔音打完回休息室，那个应该队友很多人会跟他讲说：“那个球场在那边，不要一直打这边。”但这个本来就是，你看洪伟汉就是在帮豪进做把关啊，對對對，因为豪进在旁边去做准备。热身练头、哦。要叫后进啊，还是改变，改不会习惯。你知道你想念他。啊、这一球找到了二垒手的管区啊，移到正面接球，传一垒就可以。三人出局，留下一个垒包的残垒，结束了一局上半。